我是 LT， 好，我们都打化学，超级化学，兽族加随机。有酒馆我都想用拉嘎，拉嘎加的全 T 不是很猛？一个冰，但是英雄太脆了呀。一个冰剑，一个冰甲，但英雄太脆了呀。有冰甲，冰剑加冰甲，他们打不过我们英雄的，还是脆啊。不脆呀、啊，我可以立取升冰甲呀。冰多就不脆啊，英雄死了有什么关系？英雄死了塔起来就行了，反正不死。而且刚英雄冰多的那边刚赢。兽族加随机是吗？他们？我建筑学放错了，应该说建筑顺序放错了，英雄会更慢一点，就没所谓，这个图其实没所谓，老样子，我开这个矿，然后双 BB， 然后就直接推他们，那个矿是买个保险，万一打不过，万一打不过，对的，如果 A 过去发现很容易打，那就赶紧。万一打不过的话，反正我是蜘蛛，升个二本就完事了。对的，有酒馆的头等一下，就我 FQQ 那个开局，直接双 BB， 我靠，画面太美。那个投票你来得及？什么投票？他不是有个表演赛投票吗？投屁呀、啊！用屁股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最后是 Sky 还是 Munda？ Sky 是必须有的，你不管是怎么回事、嗯，然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没有我什么事儿。你想嘛，他那个投票他都没有问我，他都不跟我说有这个投票。就我都不用去，就他都不用让我自己去拉人气，他已经内定了，只是搞个形式而已。嗯，没事，我的种子也没了。他搞个形式，要么是给，估计是给领导看。这里。都，就领导可能说要搞，或者是。怎么反正这么一回事了，就没就不可能是真的、哦、双兽族，那我要升冰甲了、嗯、我练一练还是你练？我有你练了，你先扛，我 MK 太慢，我直接升冰甲自己扛了。嗯，我有引力的福特曼，你要给走得快了100木头，我又不要木头。哇、哦，他开局很多细节都不记得。奥维尔有多久？好久没玩了，两个月吧。嗯，你过来分了我一个经验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来了，我要撒个粉。我没诺啊哟，我靠！对，我就是吃了你的经验，然后搞得这样。没事。对，现在守住这个矿，然后就双 BB。你已经可以补了双 BB， 你有钱吗？没有，我给你钱。不用，就这样吧。我现在卡人口，先给你嘛，你先补起来。嗯，你给了也不够，去吧，出门吧，去中间吧。我现在就去。对，你先出，你先走。我就站在我一个 MK 就可以，他打不过我。我操！对啊，他就一个剑圣嘛，那我旁边有塔嘛。我等到基地 70% 左右我就可以出去了，就怕被他一个剑圣偷农民，我锤住他，他不就动不了，农民就不死了。好，可以出去。他在中间，两个兽族都在中间，走吧。你看我多英明的判断。打大狙。没有 Nova 好寂寞。对啊，没有 Nova 寂寞如马。打不死人。
差一丝儿。MK 哥来了。哦，有 Nova 了，我去炮拳。来、哦，好多人打我，打了个一级的剑圣，240魔的，我锤了。哦哟，算不算？杀大鸡吧，杀大鸡吧。你撒个粉吧，干他一个。等他现形再看。他炮泉水啊，很硬啊。连他。TP 了，他要搞这个，没粉了，没粉了，但是孩子死了。哦，野怪，我也把抓怪搞了，然后围过去。我都想三 BB， 可能可以以后能三 BB。魔法吃你了。我都可以双 BC， 我的钱。抽魔给你双 BC 也没什么前途，你那个穿刺攻击拆建筑比较慢。不是哦，但我钱多没地方花呀。对，那你还是不要出雕像，雕像是补给用，那就开矿还有士兵营，就充分配置，极限暴兵一波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挡不住啦。哦，炉石了，好久没玩。我们挡不住是不是炉石？还是星际？哦，星际里的那个枪兵，突突突突突突，直接拆地洞，地洞把我射出是绝望。哎、我围住他了，自带配围。哇，你要一取小心哦，剑圣从你屁股一捅你就没了。没，他把自己围住了，我已经出来了。你没反的时候丢了个蛇棒把自己围住了。把大狙清光了，对。那剑圣没魔，但是我们没有粉了。我锤我。我两斤都完了。我三 BB 在爆破兵。我又直接基地，哎，来了来了。锤住他，死了。哎，我没挪上、啊。哎，我抽了他魔，他已经死了。右边的那个。哦，没有粉。冰甲不他慢。我来挪，抢人头。好。搞定。